弟兄姐妹平安。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感谢主。神把我们平安的带到这里来。神将我们平安的带到这里。我们可以在这里很舒适的地方，我们可以来一起来敬拜神。我们可以在这么舒适的地方一起来敬拜神。尽管路上有很多的冰雪。尽管在路上高有很多冰雪。但神的恩典不会因为他的路上的冰雪而减少，我们对神的敬拜心也不会因为冰雪而被打折磨。神的恩典不会因为冰雪减少，而我们的心也都不会被他影响。我们一起先来祷告。我们一起祈祷。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自己的恩典作为，让我们的生命有着力量，有着方向。因为你的恩典，使得我们生命有力量，可以得到帮助。我们处在一个动荡的世界，黑暗的世界，但主，你是我们的明灯，引导我们走向光明正确的道路。我们在一个动荡的世界里面，但是你成为我们的明灯，可以让我们在走上这个道路上高。我们在生活中可能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就像今天的冰雪一样。我们生活里面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就好像今天的冰雪一样。我们特别为还在路上来教会敬拜在路上中的弟兄姐妹来祈求来祷告。我们为在路上来到教会的弟兄姐妹祷告。求你保守他们在路上得满满的平安。求主你保守他们在路上得到满满的平安。也求主保守在整个美国西北都遭着冰雪袭击的地方，我们现在有很多弟兄姐妹在路上，他们要去敬拜你，求你保护他们，保守他们。我们知道美国这个西北的区周围都很多冰雪，求主你都是保守他们。特别就是保守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有的在外面在上课读书，有的在外面旅行的，求你自己都亲自的保护他们。我们都为到在外面读书，在外面旅游的弟兄姐妹，我们求主你都是保守他们。我们愿意单单的在俯伏在你面前仰望你。我们愿意单单在你面前仰望你。我们愿意今天我们在这里的敬拜，让我们在座单单看到耶稣，看到真理。我愿意今天的敬拜，让弟兄姐妹是单单看到耶稣在这里。感谢主，奉耶稣名祷告。感谢主，奉耶稣名祈祷。Amen。Amen。好吧，请大家先翻开我们这个小单章，我们要先背上一周的经文，是在雅各书五章十六节。好吧，我们先来读一遍，然后我们先读一次上一个礼拜的要背的经文。来，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雅各书五章十六节，好，我们一起来试一下，可以吗？背一下。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雅各书五章十六节，感谢神。感谢主。下周我们要背诵的经文是在罗马书三章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来，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治罪。刚才我看我们读经文的时候，可能是我这星期找时间发经文给教会办公室的时候，可能有点差错。其实我们今天要分享经文，一直到撒母耳记十七章的结束，就是说我们要到五十八节。今日我们要分享经文，其实系要到十七章嘅五十八节嘅。刚才我们读到五十节。头先我哋只系读到五十节。现在我来为大家读五十一节到五十八节。而家宪兵弟兄为我哋读五十一节到五十八节。撒母耳记。上十七章五十一节，大卫跑去，站在非利士人身旁，将他的刀从鞘中拔出来，杀死他，割了他的头。非利士众人看见他们讨战的勇士死了，就都逃跑。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便起身呐喊，追赶非利士人，直到加特和以格伦的城门。被杀的非利士人倒在撒拉因的路上，
直到加特和以格伦。以色列人追赶非利士人回来，就夺了他们的营盘。大卫将那非利士人的头拿到耶路撒冷，却将他军装放在自己的帐篷里。扫罗看见大卫去攻击非利士人，就问元帅亚尼尔说：“亚尼尔，那撒冷人是谁的儿子？”亚尼尔说：“我敢在王面前起誓，我不知道。”王说：“你可以问问那幼年人是谁的儿子。”大卫打死非利士人回来，亚尼尔领他到扫罗面前，他手中拿着非利士人的头。扫罗问他说：“少年人啊，你是谁的儿子？”大卫说：“我是你仆人伯利恒人耶西的儿子。”首先是读完了51-58节。我们感谢神，上星期的徐牧师、很详细地给我们介绍了大卫击打哥利亚这个背景，所以今天我们也继续分享这个战事最精彩的部分。上个礼拜我们多谢徐牧师为我们讲了哥利亚和大卫 的介绍，我们今天就进入到最精彩的部分了。我想先来解决哈，上星期徐牧师给我留个功课。我们先解决了上一个星期徐牧师给宪兵弟兄的一个功课，就是在我刚才读的这55-58节的记载哈，大卫打了胜仗之后，扫罗就问旁边的将军亚尼尔说：“这个杀死这个巨人的少年是谁？他是谁家的孩子？”剛才我們讀出的經文裡面就是說到大衛打勝了這個哥利亞的時候，他們就問這個到底是誰的兒子呢？這裡有個疑問，在16章就記載過大衛曾經在掃羅的宮中為掃羅彈琴驅魔。16章的時候記載過大衛曾經在宮中為掃羅彈琴驅魔，他並且做了掃羅拿兵器的人，而且是做了掃羅拿兵器的人。掃羅怎麼這個時候就不認得大衛了呢？為什麼掃羅到現在是會不認得他呢？對這件事情很多聖經學者都有很多的研究，很多聖經 學者有不同的研究。一個最簡單的答案可能是可能聖經的作者搞錯了。最簡單就是說可能聖經的作者搞錯了。但是我們知道聖經是神的話，都不會錯的。我知道正经是神的话，没错的。那有可能哈，是因为在大敌当前，扫罗自己无力招架，他自己、他的国家、他的军队都面临着极大的危险。有可能因为面对强大的敌人的时候，他们无力招架，他们是觉得又面对着很大的危险。所以扫罗有点心烦意乱、一筹莫展，根本就没有什么心思去看这个。主动请缨那个少年勇士，可能就是那时候他都没心思去想下这个少年勇士到底是谁呢？加上大卫可能从扫罗的宫中出来哈，他回去照看他父亲的羊，可能有段时间呢，可能他的胡子也长出来了。我们知道大卫呢是回去照顾他父亲的羊，有一段的时间可能他的胡须有长出来了。扫罗王也根本没有想到这个勇士居然跟他在宫中弹琴的那个小孩子有关系。所以呢，扫罗可能是想不到原来这个小孩子 是跟他在宫中里面弹琴的勇士有关系。而且呢，扫罗在这时候不认得大卫，其实也符合他的个性，亦都是符合他的个性的。他可能根本就没有认真地注意过在宫中跟他弹琴这个小孩子，可能他根本就没有认真地去认识这个宫中跟他弹琴的小孩子。我们知道扫罗刚做王的时候他是非常谦卑的，扫罗刚做王的时候他很谦卑，但是后来他越来越刚愎自用，但是他后来越来越刚愎自用了，越来越远离神，越来越远离神，神就离弃他，神就离弃他，所以他只剩下他的血气来管理这个国家，他就用他的血气去管理这个国家，自然就是诸事不顺，所以就诸事不顺，应接不暇，心情烦躁，亦都心情烦躁，所以根本就可能没有心思去注意这么众多仆人中的一个，所以他亦都没有心思去注意他这些仆人。另外
大卫后来成了扫罗拿兵器人，可能拿兵器的少年人不止大卫一个，所以扫罗其实也没有细致去注意。亦有可能拎兵器嘅唔止大卫一个人，所以扫罗系冇注意佢。而且扫罗关心大卫是谁家儿子的，也有可能因为扫罗他自己曾经说过，谁要赶上去杀这个巨人哥利亚，他又要成为。他要赏赐大财富，免他夫家的税，而且呢，他要做驸马。而且扫罗亦都应许过，话如果边个可以上去打赢咗呢个巨人哥利亚嘅时候咧，佢可能可以免税，又奖佢有财富，或者可以俾佢做驸马。所以这时候可能扫罗就关心这些东西，就打听这个少年是谁。所以咧，到而家佢打胜仗嘅时候咧，扫罗开始关心呢个人系边个咧。所以，综上上面所说的一些可能，我们说这时候扫罗不认得大卫，其实我们可以理解。所以我哋可以理解点解扫罗系会唔认识大卫。好，解决了后面的扫罗重新认识大卫的事件之后呢，我们现在就来看大卫攻打哥利亚这个过程，这是非常精彩片段。我哋解決咗頭先嘅問題嘅時候，我哋進入一個精彩嘅片段啦。好，在這個片段，我把它分成了三個部分。佢將佢分成咗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大衛請戰，第二是大衛的備戰，第三是大衛的應戰，每一部分都很精彩。第一是大卫的请战，大卫的应战，同埋大卫的备战，同埋大卫应战，每一部分都很精彩的。我先看大卫怎么请战。我哋睇下大卫点样请战。面对这个巨人哥利亚，扫罗和以色列人都惊恐万分。面对呢个巨人哥利亚，扫罗都好惊啦。大卫却说：哈，你们都不用怕，不用担心，我去打他。但是大卫却说你不用怕，不用怕，我去打他。大卫主动的请战，要为王解忧。他主动的请战去为王解忧。其实这就可以看到大卫里面有这种内心里面很平静的那种勇气和信心。我们看到大卫在他内心里面有一个很平静的勇气和信心。我们再看扫罗，扫罗在分析这个战情，敌强我弱，你去是送死。我哋睇下分析紧呢个战情嘅时候，系敌强我弱，系好容易会死噶啦。还是不要做这无谓的牺牲。其实系唔好做啲咁无谓嘅牺牲啦。我们可以想想当时扫罗嘅状况。我可以谂下当时扫罗嘅状况。扫罗听说有个勇士要主动的请缨要去攻打这个巨人，他本来是有点希望。他本来咧睇到有个勇士肯主动去攻打呢个人敌人嘅时候，佢有少少希望。至少有个勇士敢代表以色列的军队去出战。最少有一个勇士肯代表以色列人出战。但是当他一看到是原来是个穿着牧羊人衣服的少年的时候，他失望了。但是当他看到原来是一个穿着牧羊人衣服的少年人的时候，他就失望。原来是个乳臭未干的业余选手。原来是一个乳臭未干的选手。面对哥利亚这种强大的专业战士，根本没戏。面对这个强大的战士，真的没希望的。扫罗可能会说，这是战场，这不是选秀场，你容貌俊美，脸色光红，这个对战争不会给你加任何分。扫罗在想，这个是一个战场，就算你容貌俊美怎样好都好，对这个战场没有帮助。扫罗说你还是回去放羊。你都是回去放羊啦。但是我们这次看到可贵的是，大卫的信心并没有因为扫罗王的意见有所动摇。但是我们很感谢神的，就是我们看到大卫的信心没有因为王的藐视而动摇。接着大卫就向扫罗分享他的见证，神曾经与他同在，现在也必要与他同在。我们看到大卫和扫罗分享他的见证，就说神曾经与他同在，现在他都一定会和他同在。在这里大卫表现出一种很圣洁的又合情理的信心。我们看到大卫是表现一个信者合情理的信心。打死过狮子和熊的人可不是一般人。打死狮子和熊不是一般人。在冷兵器的时代，
单枪匹马打死过这种猛兽的例子，我只听说过两个。在冰天雪地里面打死猛兽的人，只听说有两个。第一次是在中国的古典小说《水浒》里面，我们梁山好汉武松喝了十八碗酒之后，过了景阳冈，打死个吊睛白额大老虎。我都知道的就是我们的小说里面讲的武松，他是喝了酒之后去打死了个老虎。另外一处就在这里，大卫少年人打死过来抢他的小羊的那些猛兽。第二个就是大卫，就是他打死过那些来抢他的羊的猛兽。狮子和熊啊，在中东那个地方那时候是非常常见的动物，十分凶猛，你不会想去遇到这些东西。狮子和熊是很凶猛的东西，你不会想去遇到它。我在年少的时候，一个在非洲宣教的弟兄回来跟我分享，他跟我说过一件事。他说在非洲什么都不怕，他从没有怕过，只有一次他真是被吓着了。有一个从非洲回来的宣教士跟弟兄分享说，他在非洲的时候他什么都不怕，但有一次他真的很怕。有时他自己在旷野上走的时候，前面山坡拐弯的地方突然一只狮子出现，在山坡上高突然间有一个狮子出现，他真的怕了，他好惊。他眼睛看了狮子的眼睛，他的眼睇住个狮子的眼。但是感谢主，他跟我们分享，那个狮子看他一眼，然后掉头走了。感谢主嘅就系嗰个狮子睇咗佢一眼之后就掉头行咗去。但是那个弟兄跟我说，这次真正的是怕，真正的吓着了。佢话弟兄系讲话呢次系佢真正好惊好惊系。另外熊哈，我也经历过熊，我在作者读书的时候，有年暑假在 Wisconsin 的 Rice Lake， 在离着大概五六小时、四五个小时车程一个小城市，我在那实习。弟兄曾经在 Rice Lake 那里实习。那时候我们在野外做实验，我是做水土保持的实验。那时候在那里做实验。我们在野外实验的时候，那时候正好是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我们都在那个地上，我拿着电脑拿仪器正在测东西，然后旁边有个人在喊说快跑。他在那里用个电脑在那里测一些东西的时候，隔壁有人叫他快走啊。转头一看，远处有一只黑色的熊慢慢的走过来。原来在远处有一个黑色的熊在那里慢慢走紧过来。我们所有人赶紧跑到在我们的实验室，在野外都有个小房子，赶紧跑小房子里面去把门关好。在野外他们有一个小房间，他们快点走回去就将门关好。这是唯一一次经历过有点恐惧这种动物的时候。这个是曾经经历过的一个恐惧的震动。当我想象大卫看到那个狮子和熊的时候，他是什么样一种状态，他看到狮子和熊要丢他要咬他们的小羊的时候，大卫是怎么去把他狮子和熊赤手空拳把他熊赶跑，或者把他杀死。我哋谂下，大卫遇到呢啲狮子同熊嘅时候，佢系咩状态？佢点样可以将呢啲狮子熊赶走咧？扫罗听了大卫见证之后，他实在相信神实在是跟大卫同在。如果不是神的话，没有人可以赤手空拳把这些猛兽打死。扫罗听到大卫见证的时候，他会相信如果不是神帮助他，没人可以将猛兽打死打走。可能就怀着一丝的希望，扫罗就让大卫出战。怀着一些希望，扫罗就让大卫出战了。我想大卫在扫罗面前能说服扫罗，起码表现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大卫能够说服扫罗，起码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第一个是大卫表现出来无比的信心和勇气。第一个就是大卫表现出来的无比信心和勇气。第二个是神与大卫同在，以至于曾经杀死过猛兽这样的见证和经历。第二个就是大卫 曾经杀死过猛兽的这个见证。在聚会中，见证的字根的意思，它叫做要做个记录，要复制再做一次，或是证明彰显这个意思。见证的字根呢，就是说证明再可以发生过一次的。在申命记六章十七节，这里说你们要留意遵守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诫命、法度、律例。这个法度其实用我们今天的翻译就是其实见证。你看英文版本会看更清楚一些。
在申命記六章十七節裡面講到要留心遵守耶和華你們神所吩咐的戒命、法度和律例，這個法度就是那個見證。在詩篇另外兩個地方跟大家分享，也是講到這個法度，就是神的見證的意思。詩篇有兩個地方也都講到法度，就是這個見證的意思。在二十五篇十节说，凡遵守他的约和他法度的人，耶和华都以慈爱诚实待他。二十五篇十节那里讲，凡遵守他约和他法度的人，耶和华都以慈爱诚实待他。然后在七十八章五十六节，他世人讲到以色列人怎么悖逆神，他们说那些人试探悖逆至高神，不守他的法度。七十八章五十六节嗰度讲，他们仍旧试探悖逆至高神，不守他的法度。不守法度，说不守他的见证，就系话唔守佢嘅见证。神要求我们遵守他的法度，神要求我哋遵守佢嘅法度，就遵守他的见证，就系遵守佢嘅见证。要遵守耶和华的见证，要遵守耶和华见证，并且要记录上帝的作为，并且要记录上帝嘅作为，让上帝的能力在你的身上再来一次。让上帝的能力在你身上再来一次，要在你的生命上彰显神的能力，要在你身上彰显神的能力。我们知道历史记载以色列人忘记上帝的法度，我们曾经看到圣经里面记载以色列人忘记了神的法度，他们忘记神的恩典，他们忘记神的恩典。尽管神曾经降灾在埃及，带领他们出埃及，带领他们把红海的水分开，让他走干地过红海，上帝帶領他們出埃及，叫他們面對紅海行過乾地行走，但是而且帶領他們進入應許的迦南之地，而且帶領他們進入迦南之地，但是他們還是忘記神的作為，但是他們仍然忘記神的作為，轉離神去要敬拜假神，轉離神去敬拜假神。大衛緊守著他的見證，但是大卫他紧守住他的见证，他相信神当初怎么样帮助他脱离狮子和熊的爪子，今天也是怎么样帮助他脱离巨人哥利亚的手。他相信上帝怎样帮他脱离了那些猛兽 的爪，他也相信今天仍然上帝可以帮他脱离哥利亚的手。扫罗听到大卫的见证，扫罗听到大卫的见证，我想他当然马上就想起祖祖辈辈的教导，他亦都谂到主嘅教导，就是说要留意遵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法度、律例。就系话要留意遵守耶和华你神嘅诫命、法度同埋律例。大卫嘅见证无人可以推诿，大卫见证冇人可以推诿。扫罗王因此无话可说，扫罗王都无话可说啦，就同意他出去出征，就同意俾佢出战。其实扫罗自己可能也想起来。其实扫罗可能他自己都想到，他自己岂不是有很好的见证吗？他自己有没有见证啊？当初神高他为以色列的王，当初神高他为以色列王，透过先知撒母耳跟他立约，透过先知撒母耳跟他立约，而且神也与他同在，神跟他同在，他打了很多胜仗，跟他打了很多胜仗，只是扫罗忘记了神在他身上的见证，但是扫罗忘记了神在他身上的见证，他没有遵守神的法度，他没有遵守神的法度。弟兄姐妹，你有见证吗？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见证啊？在座我们每一个受过水礼重生得救人，你都有见证。你每一个受过从水礼重生洁的人都会有见证的，都有上帝恩典在你的身上，都有上帝恩典在你身上。最大的见证是神居然可以感动你，你愿意承认你自己的罪，神感动你， 你愿意承认自己的罪，决意一生的跟随耶稣，决意一生的跟随耶稣，走在真理的道路上，走在真理的道路上，等待在基督再来日子得以与主同享天上永恒的福乐，等待进入天堂与主享永远的福乐。现在问题是，现在的问题是，你还记得吗？你还记不记得你有守上帝的见证吗？你有没有守住上帝的见证呢？我自己在大学的时候啊，我的性格其实很内向，有点害羞。弟兄在大学的时候，会性格很内向同埋怕丑。因为其实我是上大学才开始学普通话。他是上大学的时候学讲普通话。我是在广东到东北去上大学，所以那时候语言很不好，
不会跟人说话，也听不懂老师讲课。他是广东人，他从广东去到西北角去上大学的时候，又听不到人讲嘢，自己又不识讲。所以那时候我的自信心很低，自我形象很低。嗰阵时嘅自信心好低，成绩都好低啊。成绩也不好，所以但是感谢主啊，尽管如此，也有一个同班 女同学看上我。感谢主，有同学睇到佢啦。后来那对他坐在下面。对，后来我喺下边。后来来美国，我是陪读来美国。他是陪读咁嚟到美国。所以当你想一个陪读，多少有点抬不起头嘛。一个陪读好像有点抬不起头啊。因为是男人嘛，总是这样的。所以没什么事做，就教会信了主。没什么做，所以就去了教会信了主。那个时候我还是语言不好，尽管四年大学语言还是不好，来到在特别是在这个留学生群里面去，那留学生都每个人都是人精都很厉害，所以我就跟他们很难对话。但是虽然是这样，即是那段时都是觉得自己好不好，因为群在一些学生当中他们很厉害，所以自己都不懂跟他们聊天。但是在教会就开始学习服侍。但是那时候他开始在教会里面服侍。那时候我是教会有个大边，我是开教会大边，带他们去周六去买菜，带他们出去有外面的camp 带他们去。教会那时候有一个大 van， 那他就要开着个大 van 带着这些学生去买菜啊，还有跟他们去一些地方。但是因为我说话说不好，所以有时候总是觉得不是很好意思。但是因为不识怎样讲他们的话，所以经常觉得不是很好意思。那刚信主的时候，人告诉我说你想要什么都是可以向神求，可以祷告嘛。那时候有弟兄劝他，就说你想要什么都可以，你可以祈祷嘛。所以呢我就祷告神，说求神给我口才。所以他就祷告神，求神给他口才。我说神你要给我口才，用我的口才我去侍奉你。所以说求神给他口才，他就可以去侍奉你。很奇妙，然后那一年的暑假就是秋季，我们的学生团去迎新，很多的新生。那年的暑假秋季的时候，过了暑假，有学生团契，那时候有很多新生。我们在迎新的时候呢，他们要有一个节目，就是要讲相声。那时候他们迎新会里面有一个节目是讲相声。那讲相声呢需要两个人嘛，但只有一个人愿意去，另外一个人怎么找都找不到。那时候只有一个人肯去，咁另外一个人你找来找去都找不到。我们的辅导呢，转介辅导就来跟我说，要不说先问你去。个辅导员就来跟他讲，不如你去啦。我当时我就是坐在地上想找个缝来钻进去躲着。那时候真的想找个窿钻进去。那个辅导就是来过我们这里的郭振尧教授，他说先问你去。但是那时候长老就跟他讲，你去啦。我很尊重郭教授，他很尊重郭教授。那我就说，我怎么敢呢？我怎么可能呢？我说我连普通话都说不清楚，而且我说话也结结巴巴，怎么可能去讲相声呢？他说我讲嘢都讲不清楚，国语又不好，结结巴巴咁样，点样去讲呢？但是我说，郭教授，既然你让我去，那我去试一下。但是他自己祷告就话，神你俾我去，我就去试下啦。我就去了，就去咗啦。练习了几次，然后就上去，在当时的学生团契，那个迎新团，那时候的学生，二十一世纪初哈，那个时候的学生啊，很淳朴的，你叫他都来，坐得满满的下面。嗰阵时嘅学生好多，佢哋好淳朴嘅，你叫佢就嚟噶啦，咁啊下边坐到好多人。然后那天晚上我们就在讲相声，我都不知道我讲什么东西。嗰晚讲我自己都唔知自己讲咗啲咩。但是结束之后，很多人过来说：哇 ，Simon， 你还有这一手呀！但系讲完之后，有人嚟赞佢话：点解你咁叻啊？你我知道这不是我自己在做，但系我自己知道唔系我自己喺度做。真很有意思啊！神的应许，因为我祷告说你给我口才，我可以服侍你，所以神可能让我可以去讲圣经，可以不用牛力讲，但是让我在其他人际关系上面的对话我还是不行。
所以咧，佢知道係神應許佢嘅禱告，俾佢有口才，佢就可以服侍佢，所以佢可以講聖經，但係其他嘢佢都唔識講。這是神在我身上一個見證。呢個就係神喺佢身上嘅一個見證。後來我們就到了做教主的時候，神讓我去從一個陪讀身份開始，讓我去考試申請學校。嗰陣時佢去到做主日，咁係佢從陪讀嘅身份，咁佢要去考試讀書。我們那個學校，大學學校是很名不見經傳的學校，我的成績也不好。佢嘅大學就係一個名不經傳嘅學校，亦都成績唔係咁好。我實在是沒有信心。但係神俾佢信心。但神就是這樣把人的頭抬起來，就讓佢頭可以抬起嚟，讓我順利入學，順利畢業。让他可以顺利的入学，顺利的毕业。直到今天，直到今日，神让我站在这里，可以跟大家分享他的道。直到今日可以喺企喺呢度分享神嘅道。我相信这是神的法度在我身上。呢个就系神嘅法度喺弟兄嘅身上。我自己觉得生命很富足。佢觉得好富足。如果有更多的钱，房子更大一些，那当然更好了。人都想有多啲錢，間屋大啲係仲好啦，係嘛？但是我相信人的富足不在於你銀行存款的數字，不在於你房子的尺寸。但係頂相信人嘅富足唔係在乎銀行存款同埋你間屋有幾大，卻是在乎你所領受到上帝和人的恩惠。係你能夠領受到神嘅幾多嘅恩惠。我們夫妻彼此扶持多過彼此的指責。夫妇一起彼此度过一些日子。儿女呢，女儿们呢也经常给我很多麻烦。虽然啲女都会经常俾佢好多麻烦。有很多挑战。有好多挑战。让我这个读神学又学家庭事工的父亲呢，有很多机会可以去实践练习我的理论。所以咧，佢可以喺好多機會去練習佢嘅理論，也操練屬靈的品格，操練佢屬靈嘅品格。還有很多弟兄姐妹可以彼此的鼓勵，彼此的扶持。亦都有好多弟兄姊妹可以俾佢好多嘅鼓勵同埋扶持。甚至神讓我有機會去幫助一些正在處在關係困難中的家庭。甚至弟兄可以神俾佢有機會去幫助一啲有困難嘅家庭。我感到從以前呢不斷地向這周圍的環境社會在索取，到現在好像有一些機會可以去向周圍的環境社會有點付出，感到很富足。佢覺得自己而家可以周圍咁樣去幫助人，佢覺得自己好富足。這就是神在我身上的恩典和見證。呢個就係神喺佢身上嘅恩典同埋見證。所以恩典要成為我一生的力量。所以恩典係能夠成為佢一生嘅力量。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同樣都有這樣的恩典。弟兄姊妹，你哋同樣都有咁樣嘅恩典。只在乎我們是否都記得。但係在乎我哋有冇記得咧？我們看大衛怎麼去備戰。我哋睇下大衛點樣備戰。掃羅就賜給大衛他的戰衣。掃羅俾咗大衛一件戰衣。銅盔、鎧甲和他的刀。有盔甲。當時哈，以色列人被非利士人真是欺負得很慘。嗰陣時，以色列人俾非利士人蝦得好慘。非利士人封鎖金屬冶煉嘅技術。佢係非利人封鎖咗佢哋。他不讓以色列人自己去鑽造金屬的武器。佢俾以色列人可以自己製造自己嘅武器。有點像今天美國對很多國家進行武器禁運啊。我哋知道好多國家而家都好多武器嘅。武器禁運就不讓他們自己生產武器。武器禁運係唔俾佢哋生產武器。當時整個以色列軍隊只有掃羅和他兒子約拿丹，每個人有一把刀。嗰陣時只係掃羅同埋約拿丹佢個仔每人得一把刀。整個以色列國的兩把刀可能都進口貨。整個以色列國就得兩把刀。但是扫罗他不愿意面对事实是啊，尽管大卫穿上他的战衣铠着拿着他的刀，但是在全副武装的巨人哥利亚面前，这是铠着那个刀还是抵不过对方。
但是掃羅覺得儘管大衛穿著他的戰衣和拎著刀，但是都是覺得他不可以戰勝哥利亞。我們以前學習過，掃羅常常就是會在一些不合宜的時間做一些看起來很好的事情。掃羅很多時候在一些不可能的時間做到一些奇怪的事。在這裡同樣表現，在這裡同樣這樣表現。掃羅是以色列中最高大威猛的人，他是在以色列裏面最高大威猛的人。一個大衛，一個少年人，怎麼可能穿上他的鎧甲呢？這樣一個大衛這麼小粒，怎麼穿上他的盔甲呢？所以大衛就說，我穿戴這些不能走，因為素來沒有習慣。大衛就跟他說，我穿著這件衣服我都行不到了，我沒有這個習慣。但是我們也理解掃羅，我也都理解掃羅，可能這就是這個一國之君，他要給那个将要出征的唯一的勇士最大的祝福和保护了。他觉得这个是唯一肯去为国出征的武士，他给他的唯一有的保护了。只是扫罗忘记上帝，但是扫罗他忘记了上帝，穿着王所赐的那个战衣铠甲，拿着王使用的刀，他穿著王給他的戰衣和拎著王給他的刀，對很多以色列人來說可能是莫大的榮耀。很多人以色列人看來可能是莫大的榮耀了，但是在大衛看來就是累贅。但是大衛看來是累贅，因此大衛拒絕了王的戰衣，就拒絕了不要這件戰衣。他帶著自己最簡陋又最熟悉的武器，就是機旋甩石。他帶著自己最自然的武器，就是他擊個石。我們再看大衛怎麼出戰。我們看看大衛怎麼出戰。在戰場裡面，大衛跟哥利亞一個對話有很強烈的對比。大衛在戰場上跟哥利亞有一個對話，是很大的對比。哥利亞很小看大衛，羞辱大衛。哥利亞很看小大衛，他羞辱他。在这里，大卫并没有受到哥利亚辱骂的影响，但是大卫没有受到他辱骂的影响，也没有害怕，没有惊慌，又没有害怕和惊慌。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大卫是心里够强大的。我们用现在的话说他很犀利啊。如果大卫在扫罗王面前，他只是因为年轻气盛，初生牛犊不怕虎，一时心血来潮，说要不顾后果的说要来迎战这个巨人哥利亚的话，如果話呢個細蚊仔係唔識死咁樣去應承皇帝去打呢個哥利亞嘅話，現在在面對比他兩倍高大的全副武裝的哥利亞，他應該害怕了。而家面對住一個比佢高兩倍嘅哥利亞，有面著住武裝嘅時候，佢應該驚啊！但是他現在是非常鎮靜地回答哥利亞，把他心中盼望的緣由說出來。但是他是很大胆地去跟哥利亚对话，将他心里面的缘由讲给他听。大卫表明他自己很强烈依靠上帝的信心。大卫表现出他很强烈依靠上帝的信心。他出战的目的和动机十分清晰。他出战的目的和动机很清晰的。他并非要得到扫罗的赏赐，并非想要得到扫罗的财宝和做他的驸马。他不是要得到掃羅的賞賜和財寶，同埋或者要做驸馬。他出戰的動機和目標是要讓全世界知道。他出戰的目標是要話要讓全世界知道。他讓全世界知道什么？他要讓全世界知道啲咩？有兩點。有兩點。第一，以色列中有上帝。以色列人中有上帝。第二。征战的胜败在乎上帝，得胜不是靠刀靠枪，乃靠耶和华的名。得胜不是靠刀靠枪，乃是因为耶和华的名。在使徒行传一到八节，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讲，耶稣在圣殿之前向他的门徒说，耶稣在圣殿前跟他们讲。在升天之前，升天之前他这么说。升天之前同佢讲，他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佢圣灵降临喺你身上，你哋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做基督门徒的任务是在地上为耶稣做见证。我们基督徒的任务在地上就要为耶稣做见证。耶稣升天前告诉他的门徒，耶稣在升天前跟他的门徒说，他们的生命是要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人。他的生命就是要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就是要让神的大能彰显在他们身上，就要让神的大能彰显在他们身上。耶稣基督的这个吩咐，耶稣基督这个吩咐从第一代圣徒开始，就是他升天开始，代代相传，传到今天你我的身上，代代相传，传到今天你我身上。上帝很了解我们每一个人的动机，上帝好了解我们每一个人的动机。我们顺服神，很热情地在各地服事。我们顺服神，很好热情地去服事。我们是为了要得到我们想要的吗？还是因为我们实在是爱上帝的缘故？我们是想要得到我们想要的，因为我们因为爱上帝的缘故呢？要为基督做见证。要为基督做见证。要传扬基督的福音吗？要传扬基督的福音吗？不同动机有天壤之别，不同的动机就会有天渊之别。上帝看人不像人看人，上帝看人的心。上帝看人不是看人，是看我们的心。我们继续看这个剧情的发展，看大卫是如何杀死巨人哥利亚。我们继续看这个剧情的发生，大卫怎样杀死哥利亚呢？大卫用个计旋甩石杀死了巨人哥利亚，是意义非常讽刺，非常讽刺。大卫用这个基然石头去杀死哥利亚，其实是很讽刺的。大家记得吗？那个基旋甩石，其实是扫罗的家乡基比亚的独门的功夫。其实这个基然水石是扫罗家乡的基本功夫来的。四世纪里面记载，当年以色列第一次的内战，他当时十一个支派联合起来要攻打便雅悯人。他们以前有一个记载，就是十一支派要起来攻打亚扪人，便雅悯人。基比亚中有700个勇士，用机旋甩石打人，可以毫发不差。基比亚中有700个勇士用机旋石打人咧，系丝毫毫发不差嘅。毫发不差什么概念呢？系咩概念呢？有个去过以色列旅游的一个牧师跟我们分享，有一个去过以色列旅游的牧师跟他分享，他说在以色列旅游圣地很多小店就有这种机旋甩石卖，当年大卫使用了这个东西，在那个地方以色列的地方都有这些的摔石卖。然后这个牧师有几个牧师吧，就跟那个小店老板就聊起来说，这个东西还能打人。他们就问那个酒店的老板，这些东西真的可以打人？这个老板没说什么，随手拿起一个这个机旋甩石，放块石头在中间。这个老板不跟他说什么，就随手拿一个石头放在中间，就甩了几下，就揈了几下，然后把石头放出去，一揈就将个石头揈出去了。在那小店前面的街道上有一条电线，在前面有一条电线，他石头打在电线上，滋这样，那石头就打中在个电线上高，这叫毫发不差。这个就叫做毫发不差。扫罗家乡的传统功夫，作为基比亚人，他不会不熟悉。这个是扫罗家乡的熟悉武器，他应该不会不熟悉的。神却使用大卫，用对扫罗而言是最简单、最基本的功夫来击杀了让扫罗惊恐不已的巨人。但是大卫就用了这个扫罗很熟悉的武器去打败了这个巨人哥利亚。对扫罗而言，实在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对扫罗真系一个好大嘅讽刺。他忘记他自己的独门的功夫。佢忘记咗佢家乡嘅独门功夫。忘记他自己嘅看家本领。佢忘记咗佢自己嘅看家本领。你有看家本领吗？你有冇看家本领啊？你有的。你有嘅。请不要忘记啊！你唔好忘记。神已经赐给每一个人有他自己的计旋甩石。神赐给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机缘损石。你的机旋甩石可能是做客人的能力，可能这个是做客人的能力，可能是你炒菜的技术，或者是你炒菜的技术，可能是你按摩的技术，或者是你按摩的技术，可能是你照料家务的耐心，
或者是你照料家务的耐心，就靠着神的同在，在你所做每一件小事上，就是靠着神的同在，在你做的每一样小事上，你都可以击杀每一个在你面前的巨人，你都可以战胜在你面前的每一个巨人，就是魔鬼撒旦对你的邪恶的诱惑，这个就是魔鬼撒旦对你一个邪恶的诱惑。大卫击杀巨人哥利亚这段千古流传颂的历史呢，大卫击杀哥利亚这个千古流传的历史，对我们今天很多人来说可能是一个极大的神迹，对我们来讲好像是一个大神迹，但是对于大卫而言可能是日常习惯的事情而已，但是对大卫来讲他只是一个日常的习惯来的。我的意思不是说大卫每天都杀一个巨人，不是说他每天都要杀一个巨人，而是大卫每天都是这样与神同行，是说他每天与神同行。狮子和熊来了要想吃他们家的小羊，狮子和熊来吃他家的羊，他就赶跑他们甚至杀他们，他就赶走他们或者杀了他们。巨人来了在辱骂永生的上帝，巨人来到去辱骂永生的上帝，他也要这样击杀他，他也要同样的击杀。我们知道这些不是大卫自己能行的事情，这些不是大卫自己可以做的事，实际上是神与他同行，就是因为神与他同行。就像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就好像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走过旷野，走过旷野。约西亚带领以色列人攻进迦南美地，约西亚带以色列人攻入去迦南美地，都是神跟他同在，都是因为神与他同在。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从坟墓里空坟墓里面复活，并且在坟墓里面复活，这都是神所行的事情，这些是神做的事，叫神迹，叫做神迹。神迹就是有神参与的事情，神迹其实就是有神参与的事情。现在我们是活在一个要魔鬼撒旦掌权的世界，今天我们是在一个魔鬼撒旦掌权的世界，但是神迹就耶稣基督圣灵很强烈地介入这个世界，但是藉着圣灵，我们他是很强，耶稣是很强烈的进入这个世界，而且神胜过这世界，而且神是胜过了这个世界，胜过魔鬼对人类的死亡的咒诅，胜过了魔鬼对人类死亡的咒诅，透过接受耶稣为我们赎罪，透过接受耶稣为我们赎罪，我们可以与神同行，我们就可以与神同行，让我们生命充满了神迹，让我们生命可以充满神迹。我们这生命最大神迹就是那个曾经又骄傲又自以为是的我们。我们生命里面最大的神迹就是我们本来是骄傲又自大的人，居然可以愿意低头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过犯，居然我们肯低头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过犯，称基督为主，称耶稣为主，并且居然可以活出一点点属神的仁义的品格和能力，而且可以活出一点点的属神的品格和能力。我愿意你我每天都这样与神同行，我愿意你我真的每天可以与神同行，把我自己的生命献上成为神迹的器皿，我们将生命献上作为神的器皿，一生彰显神的荣耀和能力，一生彰显神的荣耀。过去曾经与神同在的见证呢，过去曾经与神同在的见证呢，可以帮助我们勇于面对今天的巨人，可以帮助我们勇于面对今天的面对的巨人。我们盼望每一位弟兄姐妹，盼望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像大卫一样可以谨守神在你身上的见证，都可以谨守在以色列人在神面前的见证，在你生命中经历每一件事情，所以在圣经里面经历的每一件事，你都可以有见证的能力和信心，都可以有见证的能力和信心，在你的艰难困苦无助之中，在你艰难困苦无助之中，神要帮助你，神要帮助你。无论你现在经历是家庭关系的困难，无论你现在经历的是 家庭的困难，工作上的难题，或者工作上的难题，学业上的压力，或者学业上的压力，或者跟老板的关系的困难，或者跟老板关系上的困难，或者是身体的疾病，或者是身体疾病，情绪上忧郁，或者情绪上有忧郁，或者是感情伤害，或者感情被伤害。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我们要每天面对无数的巨人，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要面对每天要面对无数巨人，凭着我们自己的力量，神给我们有力量，如果凭着我们自己的力量会过得非常的痛苦，如果只是凭着自己我们过得很辛苦，但是神要来与我们同在，但是神要来与我们同在。
世界告诉我们，力量就是真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力量就是真理。世界告诉我们，力量是真理，但在基督里面，我们相信真理才是力量。但是在基督里面告诉我们，其实真理才是力量。在力量与真理之间，我们选择真理。在力量和真理之间，我们要选择真理。 Right is might. Right is might. 在每一个巨人面前，神都已经给你预备了机旋甩石。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神都为我们预备了这个机缘和原选择。神愿意与你同行，神愿意与你同行，他要抱着你走过很多艰难困苦的时候，他要抱着你走过很多艰难困苦的时刻，并且他要来复兴你我，而且他要来复兴你和我，他要翻转我们的生命，他要翻转我们的生命。现在是你是否愿意回应上帝，但是你愿不愿意回应上帝呢？是否愿意谨守神的见证法度？你不愿不愿意谨守神的法度？是否愿意与神同行？是否愿意与神同行呢？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伟大的事件中有三个主要人物。我们分享这个伟大的事里面有三个主要人物：哥利亚、哥利亚、扫罗、扫罗和大卫，同埋大卫。你是他们中间的哪一位呢？你是这三个人中间哪个呢？我希望你不是那位很狂傲的在辱骂上帝的哥利亚。我希望你不是那个很狂傲辱骂上帝的哥利亚。你是忘记上帝恩典和见证的扫罗吗？那你又是不是忘记上帝的见证恩典的扫罗呢？还是你是为了让全世界都知道上帝之名而勇敢征战的大卫？因为你是话让全世界都知道的神嗰个恩典的大卫呢？让我们生命有个使命，让我们生命里面真的有一个使命，让全世界都知道，让全世界都知道，让全世界知道我们生命中有上帝，让全世界知道我们生命里面有上帝。上帝在这世界掌权，上帝在这个世界上是掌权的，上帝是真理，上帝是真理，上帝要赐给我们永远的复活的生命，上帝赐给我们永远复活的生命。现在如果你跟我一样曾经认识上帝，如果你今天是跟我一样曾经认识上帝，但是经常忘记上帝在我身上的恩典，但是经常忘记上帝在我身上的恩典，但你愿意回应，但是你愿意回应，愿意悔改，愿意悔改，请你站起来，我们一起祷告向神认罪。请你起身，我们跟你一起祷告。有人站起来吗？请这样人站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请你起身，我们愿意为你祷告。我们今天来到教会很不容易，外面的路上有冰雪，非常的恶劣的天气。今天我们来到教会真的很不容易，外面有很多的冰雪，我们很难行。我们希望我们来到教会不是只看讲员讲得有没有道理，我们不是说来到教会看看讲员讲得有没有道理，也不是来领受一个人生感悟或者是心灵鸡汤，或者你以为来到这里是领受一些人生的经历或者心灵鸡汤。我们在教会里面不仅是有真理，更加有上帝的灵在中间与我们每个人同在。我们在教会里面不单只有真理，而且有神的灵与我们同在。我们不仅可以领受这些知识，这些人生感悟，更加可以靠着圣灵帮助我们，我们可以去回应，让我们生命得到翻转，得到改变。我们不单只是只是来到认识一些知识，而是靠着圣灵，是让我们的生命可以翻转有改变。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祈祷。慈爱上帝，慈爱上帝，你的儿女站在你面前，你的儿女站在你面前，我们都曾经认识你，我们都曾经认识你，你都用圣灵膏了我们，你都用圣灵膏了我们，你有莫大的恩典和见证在我们身上，你有莫大的恩典和见证在我们身上，你也把让全世界知道你的名这个托付放在我们身上，你都将让全世界知道你名的这个托付放在我们身上。但主，有时候我们就是软弱，有时候我们就是故意的转移忘记你的恩典，
但是主，我们有时真的软弱，我们是故意转移去忘记你的恩典。有时真是像扫罗一样忘记了神。我们有时真的好像扫罗一样忘记了神。有时候我们就像扫罗一样，想用自己的力量去面对我们生活中一个个巨人。我们很多时候就好像扫罗一样，用自己的能力去面对我们每日的巨人。因此我们遍体鳞伤。所以我们伤你心。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求你赦免我们。主啊，我们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主你赦免我们。求你的灵触摸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求主你的灵真的触摸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个人的心。看到我们自己的过犯。看到我们的过犯。求你赦免我们。求主你赦免我们。因为你有应许。因为你有应许。我们凡是在你面前承认我们过犯的。凡是我们来到你面前承认我们过犯的。你都凭着你的公义赦免我们，你都凭着你的公义赦免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赐下像大卫一样永不动摇的信心。求主你帮我们真的好像有大卫一样永不动摇的信心。好让我每天与你同行。好让我们可以每天与你同行。传扬你的名。传扬你的名。奉耶稣名祷告。奉耶稣的名祈祷。阿门。阿门。好，我们一起来唱《让全世界知道》。我一起来唱《让全世界知道》。请坐，我请徐牧师。请坐。弟兄姐妹平安。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一段就不翻译了。今天的确是虽然人少，但是风雪故人来。但是我们今天非常的高兴，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呢，我们今天要欢迎有两位新的会友要加入我们，他们自己的脸上也很茫然，是不是？你们有跟雪萍讲过吗？所以呢，因为他们有小孩，所以我不确定他们今天来不来得了。但是刚刚我看微信，他们说到了，到了。所以呢，我们特别的要欢迎Jeff 易凯跟马蕊加入CCCM 米城教会，成为我们的会友。请马蕊跟 Jeff 到前面来。你们来了多久了？1年半。我们很高兴。我希望我们的新朋友都会像马蕊跟 Jeff 一样，他们在一年半当中已经变得像很熟的。他们来了，积极的参与各样的事工，在学生团契，在诗班，在各样的事情上，你们都可以看到他身影。我的祷告是，这个教会可以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这样温暖的地方，让大家很快的投入，让大家可以成为这个家中的一员。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手上有教会誓约，我们一起。